小朋友们好，欢迎回到中文课堂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新的汉字和词组吧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。 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姐姐。 姐姐，姐姐，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。小朋友们记得每天要复习当天学过的内容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